这个叶姓为主写的不法集团哦，犯罪手法哦，就是西社这个公司行号，然后再找一些油品及毒品人口哦来充当这个人头，那再用这个假财力证明哦，申办信用卡哦盗刷哦，那另外也会提高他们的信贷哈，然后去购置一些不动产哦，这个哦物业配合的部分哦。他就会教唆共犯哦，来强力签这个本票哦，以10月11号哦持这个来执行这个稽收哈，那将这个叶姓主嫌跟重要的共犯哦，共6人哦，解除到案，那也移送了北检侦办。